几拍，结果突然，What the fuck？ 你干嘛？我是路人欸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鸟吗？欸，大家，我只是去泡个奶，就有个鸟停在我肩膀上，它不走啊！啊！天，我在宜兰的运动公园看到两只鹦鹉在天上飞，觉得有点梦幻，所以拿起手机拍。结果突然，What the fuck？ 是 What the fuck？ 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是路人欸，我是路人欸。What the fuck？不好意思，你们的鸟吗？哦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没东西给你吃，你可以，嘿，啊！他是在黄暴，哎 ，fuck， 我的奶，好，你跟我回去。他突然停在我身上。对啊，他为什么不走？他就认错人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大家，我只是去泡个奶，就有个鸟停在我肩膀上。他不走啊！啊！你看，你的奶。哎，你怎么泡个奶就有鸟了？我就哎，哇！然后就跟过来了。不走啊！弟弟，你的奶好了。好了，来去。来这边走，我说这边。没哈喽哈喽去哈喽